来给我们吸啊？对，我吸到一个盾牌，不知道是谁的盾牌，绝对不会是我的，放心。你在哪里啊？没看到你、啊。我的，我一片空白。放上面了。好，我现在已经到他们阵营塔这边了。我也到旁边了。他们人很多哎、欸，里面这样很难进去。他们就不想进攻，然后在那边一直挖一直挖，走走走书呆。哎，第一次看到这么龟的观众啊！真的。好，原来挖，原来挖，我也挖。哦，是在龟什么啦？啊，我的。有了，挖回来，挖回来了。皮革装都没有。哎、欸，刚刚小心哦、喔，刚刚小心哦、喔，刚刚小心哦、喔。哦，我看到。保剩四十秒。哇塞，超级痛！这边怎么那么多木镐啊？那个谁丢了？超多木镐！这边射箭过来了，小心哦、喔！你也走过去那个超多木镐的地方。哇，死了，一箭就死了。那一箭就死了，那很痛。他们的。嗯，我是需要挖一点铁啊，铁不够。铁真不是有。需要挖铁，好，交给我，这困难事情交给我就对了啊，铁是吧？啊，全部的铁都交给我。我觉得我可以身兼挖铁的重大职责。16个铁不够，16个不够，对啊。哎、欸，击杀敌军就是。击杀敌军。不要砍我！不要砍我！砍我！快砍我！快砍我！砍我！是！哦耶！哦耶！哎呀！不要砍！可以了！哎，这什么陷阱啊？巧克力救我！什么？在哪里？怎么了？我怎么帮你？家里！不要理我了！我家里我没办法，我没有武器。你们加油吧！他燃烧了！哇！不等一下，哇！死了！太痛了！哦，喷了一堆线呢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装备被捡走了。啊！你死掉了！快点，把他！见识，有见识！啊！他在存，后面怎么会在下面呢、啊？啊！我被射死了。没关系，我装备都还在。嗯、有，在家里 ，OK 的 ，OK 的。哎、欸，我的呢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一些在我身上了，为什么有人护腿？护腿是谁的？后面，我的，刚那边也有，刚刚现在能做的就是帮大家弄资源了。护腿在地上，护腿在地上，那个石头。等一下，我的盾，我需要盾，先去做。你，我没盾牌，可恶，盾牌我没吸到。做个。来，你们需要铁可以来铁矿坑找我。一个哀伤哎。不会，能够挖铁，我觉得很荣幸啊。哎、欸，繁星有盾了吗？还没。没有。给你。哎、欸，有家里。家里。哇，家里没人。啊，不行。有。啊。是啊，加油，靠你们了。好痛！哎呀，我被卡住了。我可以铁在你身上吗？你有拿到？对。你有拿到风力三的吗？41个给你。风力燃烧的卡段。没有，我这里没有。上面弓箭手。上面弓箭手拿到风力快了吧？地上这边还有，他应该快死，他死了，快捡他装！谁在外面？你要不要抢一箱给我去付那个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被缓了。没关系，因为我趁就是他们还没来之前，我把妆剪掉了。好痛！有点像什么厉害的吗？妆好猛哦！有人要吗？哎、欸，有一个，那个很难过，那个先给他。软。哎，对，音乐这给你，你看你要不要跟他合在一起？那個、还有这一把，看你要哪一个上。刚，好神！你不是说要给装备？我没有等级。哦，什么？你看这是有等级，因为我想说这是。你有装备吗？我放在那个箱子里。巧克力，哎，巧克力，你有等级吗？有。来，这给你玩。后面。哦，对，你还有剑石，来，我超多剑石的。哦哟。哦，巧克力还有这个。巧克力里面有个强力山的功能，强力山。啊，好，这个。欸、小鱼，我需要一点箭石。好多强力山。好。有强力山的功能，然后还有一个那个可以合成强力士的。
好，我去合，我去合。强力士要20等欸，我要合的话。欸，家里有人隐形，我没看到。隐形，这里这里。打他打打出来了。这里出来了。可以吃了吃了。你有青金石吗？我粒子效果是没开。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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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。哎呦，我找到找到15个，我捡到我捡到了。有了。我苦难。好完了，怎么在结束啊？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好嘞，讲完了。巧克力，嘿嘿，在哪里？我在楼上附魔。你在哪？我在楼上附魔，怎么了？巧克力，我给你，给你这个装备。好哦，火焰强力。哦，等级等级。目标中啊。开心了，满满的等级。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。谢大大。我掉在地上了。好。嗯。吸到了，吸到了。欸，还有人没有铁装的吗？有，我身上是强力士的。好好，那你呢？中央生命。可是我们20，很难过去哈。哎，家里，家里，家里，居然弄一大堆铁，慢慢进来隐形。对，应该是，他们应该是这种做法。对啊。哎，为什么我身上一堆的经验品？哎、欸，我们家现在有几个附魔战士哦？我不是哦，我不是，我也不是。我要讲说，铁装最强应该被我们拿下来。我们现在这样冲过去的话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觉得一定要趁现在，再不趁的话，等一下又要偷东西了。还没。等我一下，我做完盾牌就可以了。我放了一组半的经验瓶在那个柜子里。好。家里又回来了，不是他，另一个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打不太到啊？八滴，哎，什么任务啊？剩6滴，哎、欸，我们血总多少？输了，因为他们刚被占领了，占领，然后我们被扣20%，20%，哎、欸，还有人呢、啊，还有人，恐怖啊、哦，好恐怖哦，这世界好残酷哦，对啊。看着门口，看着门口，乖，不要哭。在不知不觉中，已经一直在弄装备。是，而且有 bug， 同时完成两次哎。完成两次吗？对啊，虽然我们被扣两次分数。为什么会完成两次、啊？那要加回来哦，这要加回来哦。大概几分？50分是不是？不知道。哎、欸，大哥，在唱歌吗？50分太多了。二十分是吗？那应该没有到很多啦。对，一点点啦、啊。嗯，哦，有弓箭手。啊，不好意思，那我射的。不是不是，真的有。他们家那边有弓箭手过来喽。有弓箭手过来哦，你们小心，我知道他背，先解决他。OK OK， 他被我射到一箭。他上去上去了。有，我在打他。不行啊，他们家太多。他快死！哎、欸、哎，换一把弓。哎、欸，完全进不去。刚刚他出去就回不来哦。我看到了，有了。哎呦，那给你。我刚刚那个应该顶多5分啦、啊，我们就加个5分。那个跳更人就回不来哦。哎、欸，八七哦，这个不算。哎呀，巧克力。啊、没有，我在弄那个人呐、啊。他要死了，然后跳更。那时候。有品一点好吗？跳哎、欸！打指令，我刚才是打字掉的。啊！哦，被射了！没有，我射到你了，哦、我在你后面。射到我了。对，进来了吗？哎、欸，所以加完了。还没，他快进来了。加完了。他们加太多人了，我一直在自己的面前被揍。完全挖不了。看到没有？这样啦。我差点飞到，粉星。箭矢箱子里面有。你们有人要来他们这边偷吗？剑士我这边还有啊。哦，偷吗？你要不要看带个谁过去？我现在有30等，我想要装备。有人被卡在洞里，好可爱哦！你们现在这边只有我一个。啊，放心，放心，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嗯，没看到哎、欸。眼都是叫我小心。哦，是你杀死的。哇，666。啊，那快点，先挖一下，试一下。你说我吗？因为你再挖一下就转一下，可是我们剩8滴血，只是我们血很少。对啊，我看到刚刚一堆人往你们那边冲哦，一堆人吗？
有，我在看到，我在手那边、嗯、一堆，还好他们都是没装备的，没装备更恐怖、啊。繁星，你的干爹怎么那么会看隐形啦？我怎么知道啊？他超会看哎、欸，可恶！他刚刚一直想要扔装备给我，就是摇头啊。喔、蜘蛛要先解决。我看到我的拥有血海深仇的人。哦、嗯、哦哦！就是下两下，就是你啊！一直在那边挖，在那边挖什么黄金？骗不了他。先走，先走。团，这个给你。团，这个给你。箱子。快逃！哎、欸，隐形，我看到了。我有。行，那里。加油！哦，我得到系统。等一下、哦，他绕路。我看到栗子。你先每个人戒备。不要，我要这样对着门。对。不要，那我给你并排，我给你并排。来。哎、欸，怎么有毒蜘蛛？奇怪，我来，刚才看到效果了、啊。你们两个等一下，让我出去，好，让我出去。一秒钟，好，拜拜。好，继续。现在感觉超紧张的。拍山坡上啊！我看到了，拍山坡上啊！有看到了，不行。你是他现行了吗？还没，还没。好，我也在打他们家，继续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就继续啊。不要这样啊！你们继续，我们离开啊，我们不离开。嗯，哎、欸，可是另一个门只有一个人啊，还要再补一个人。对啊，没关系，我在左右移动。对，刚刚你要补过来。对，你在干嘛？会，他们在守门，他们在守门，哇、哦，好痛，我们不要离开，痛，全面守城，躲蘑菇，躲蘑菇，团，再给你，铁剑，为什么射我？我们要稍微左右移动，哎、欸，家里，哇，GG啦，为什么？应该是从刚刚那边啊，因为刚刚那边就是左右移动。家里有漏风，没办法。GG，可惜啊！我这一局弄出超多功的。对，那这随便做多一堆功的，真的。我付到超多，还不错的。哎、欸，那个跳那么快的，给我回来！那个尤其是一直请我的，他们全跳光哎、欸，真的好厉害，大家都走光了，农庄就农保了。为什么大家都全部跳 game 吗、啊？阿贝就很有默契，全体离開, 开，好倦哦！阿贝，我们玩吗 ？Q Q， 这个蜘蛛。太多蜘蛛了，没看过这么浓的观众啊！那太浓，那个被亲一次，等我弄好，他就又可以再亲一次。嘿，对啊，然后都是我，每一次都是巧克力。太 Q Q 了 ，Q Q， 你这样被亲几次要三次哦，好惨哦！啊，第一次也是我自己把他踢掉出去。那船在转方向，然后我就有点晕，然后就跑掉了。超难过。他们是谁在？船没停好。哦，你啊，从这里要回去，然后绕太大圈，掉下去了。嗯。好多经验哦，这里这次就成功了。嗯。可恶。哎、欸，那边其实还有一个水流出来，然后我又接到一下，结果不知道为什么又跑掉了。然后就下去啊！我操水流！终于可以杀小鸡了。小鸡刚刚杀不到，要被自习了哎、欸！难怪任务会那么快结束。对啊，好了，早点休息啦！休息喽！好啦，感谢大家。没有这些跳里的，应该是时间太晚啊，那比平常多玩了15分钟，所以还好。但是那种玩到一半跳 gank 的，尤其要死掉跳 gank 的，那个我会再设永杯名单、啊，因为我觉得这个运动家精神是很重要的啊。就像我，就算被亲了再多次，也是很努力玩啊。虽然中间有耍霸气一下，在中间滑来滑去，对吧、啊？可是运动家精神都还是要有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些都要好好尊重彼此，好吗？对啊，他们的这种战术也是很 OK 的啦，就是一直清，是我们
没有人，因为你要挖黄金代表你要一直在这里挖，是我们没有人一直在这里进攻，对，双方哇他们在玩，双方都呈现彼此互农的状态，然后就 QQ 啊啊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辛苦大家啦，咱们下一回再会啦，晚安喽，拜拜。